天我们之所以相聚在这里，是为了庆祝我们最好的朋友深渊七的启动。桜の花の落ちるスピードは秒速5センチメートル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これって紙吹雪も似ていると思いませんか？わかった。导演，这也没有樱花呀。再等等，那个樱花啊，荷花那边就开了。我们现在在本次深渊的举办地杭州，这里是西湖的花港公园。现在跟随我们一起开启杭州观赛之旅吧。花港观鱼，顾名思义是由花港鱼为特色的风景点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给鱼喂饭。観客の皆さんにあげちゃダメですよ。マシオさん、我给你变个戏法吧。哇，すごい！哪里哪里，三潭印月是我们一元人民币上的背景。相传是苏东坡在疏浚西湖时所创设，到夜晚的时候，月亮高悬，三座石塔也被点亮。就构成了天上月一轮，湖中影成三的奇观。这里呢，就是杭州三大前桥之一的长桥。相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在此离别。日落时分还能看到雷锋夕照的美景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游园之旅就到这儿了。マシオさん、此次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了。駐車さんと過ごした楽しい時間は一生忘れません。マシオさん、我送送你吧。いや、私が送りますよ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传送到了杭州拱墅区的海澜国际电竞数娱中心，当当就是这里。我们接下来十天的小组赛都将在一座进行。観戦ガイドは以上です。みんなで楽しみましょう。让我们一起共赴杭城，见证金雨花露之约。